大家都知道前两年有龙柱之后之灾哈，当然有保存下来的哈。而且他们秧色的哈，非常的罕见的，就是他们的八爷的脚步跟一般的八爷的脚步完全不一样。好，就是也是独树一帜的，对对对，完全独树一帜，非常特别哈。现在你看到八爷的脚步啊，就是有留下来的哈，在万华区的八爷的降脚之内的系列里面，唯独是非常的罕见啊，三步之后一定会对锁小脚一步啊，一般的在神将的降脚里面很少看到这种脚步。非常的重要，也是非常的稳定哈。来，请我们的灯光老师把聚光集中在这里，我们这一栋就是我们七爷跟八爷身上。而且你看他们两个哥俩好兄弟，来，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好吗？同手同脚并肩啊，非常的快乐啊，庆典的气氛营造之下，七爷八爷哈，这样子步入我们的龙虎台，大家请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